做卧底有三大守则：第一，唔可以俾人知道自己嘅身份；第二，唔可以真实参与犯罪活动；第三，唔可以同目标圈子发生感情。你沟到嗰个女啊嘛？叫阿爸。呢次系音波炮，系公海啲船我嚟对付海盗噶。莫同我重写，打针钥匙也是你先死嘛？有啲嘢始终都要人去做。上面给我看。我只是一个不称职的卧底。你这个骗子，你知道我关注你的微博吗？取消。